要演得跟上次一样哦。欢唱场，我们也是第一次办，也不知道会这么疯狂，但真的很开心，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希望你们有喜欢应援欢唱场，然后不知情的观众，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消息，希望你没有被吓到，不好意思，不是每一场都这样的，下一场就不会了。好，那我们是字典偷偷疯狂，那我是我是艺术总监啊，也是这出戏的编剧导演，叫小高，很开心在中剧院可以看到大家。先再一次谢谢各位来到剧场里面看音乐剧，谢谢你，谢谢。好，那很开心，我们是第二年获选台中的杰出演艺团队。这样，那我们自己偷偷工坊呢，是在做原创中文音乐剧的剧团。所以刚刚你们看到的音乐歌词台词都是由台湾很重要的艺术创作者做的。好，好，我继续哈，好，他们分担我的压力。那特别感谢我们共同的主办单位台中市政府文化局，还有 UDN 联合数位文创。
还有我想要借各位的掌声，把它献给我们所有要完成这出戏的幕后工作人员，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还有我们控台的朋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刚刚这群演员在舞台上又唱又跳，我们再把掌声献给他们，谢谢他们。好的，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呢，请帮我们购买周边商品哦，贴纸哦，有原声带，虽然快要卖完了哦，卖完了没关系，可以预购。还有毛巾，好，这条毛巾牙一咬就过去了。还有 T 恤，很可爱的一件 T 恤这样子。好的，那这个我们大礼包呢，还会附赠牙刷，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放牙刷。哦，这边写牙一咬就过去了，所以牙齿要保持好，还能多咬几次这样子。谢谢。牙一咬的牙刷，谢谢，好可爱。那如果喜欢音乐剧的话呢，我们次年还有，接下来还有一些作品，即将在下半年做演出。接下来在两个礼拜后有《请听神明的话》在小剧场，但已经卖完了，买不到了，不好意思。那谁偷走了我的字呢？在葫芦墩文化中心，它是一个亲子音乐剧。再接下来就是《跑跑姜饼人》，是我们葫芦人生的精神续作，因为我们要暂时封箱了哈，也是像这样子，然后欢乐开心，然后有点荒谬，但是热闹的一出音乐剧。那演那出戏的演员呢，也有张伦、司徒、叉烧、伟盛、子毅。所以呢，如果大家喜欢他们的话，也可以再来跑跑姜饼人看我们。接下来还有阿尼姑又闯祸来很巡演了，然后还有一个杰哥不要迷音音乐剧在新北在年底的时候会演出。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剧团的 Facebook 和 IG， 这样的话呢，不管是留言啊、点赞、发限动，可以 tag 我们，我们都会看。那酷人生这一次是暂时封箱了，可能近三年之后都不会再演出了。那这一出戏呢，已经经过了十年的时间，然后非常感谢所有的技术伙伴和我的演员们，陪我从2014年让这个戏演到今年，已经是十年了。谢谢你们，辛苦了，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好，也谢谢一路喜欢这个戏的观众一直追到今天的，真的也谢谢你们。好，那最后呢？我想要跟你们说，这出戏不只是献给喜欢剧场、对剧场有好奇心的观众，也是献给每一个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工作中默默耕耘、为对方发光发热、然后照亮其他人的幕后英雄们。这出戏献给你们。我们非常喜欢剧场，希望有一天进剧场可以像是你们吃美食、看电影一样，只是一个日常的生活。希望大家以后都可以再更多次的走进剧场里面。我们是次点特工坊，下次剧场见，拜拜。